狂笑世界是哪四节？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。那么狂笑世界谁最狂？这个你知道吗？我很好奇，想要找出谁笑起来最狂，首先需要给这个狂下一个定义。看完右神、佐助、带土、班野的名场景后，我决定从笑的时间长短、笑的音量分贝、嘴张开的大小、抖肩产生的次数这四个维度来衡量。时间长短代表是否持久，音量分贝代表是否有感染力，嘴张开的大小代表爆发力，而抖肩次数则代表愉悦程度，真是完美，岸本看了都想打人。首先聚焦笑的时长，面对卡卡西的说教，佐助笑起来就像个孩子，后槽牙都看见了。1秒22帧的耸肩低笑，8秒14帧的抬头狂笑，佐助足足笑了10秒12帧，我的妈呀！岸本又水了10秒钟，而带土只笑了6秒6帧，不及 Sasuke 的半分。最厉害的还是班野，10秒4帧的狂笑后3秒15帧笑后止不住的抽搐，冬季13秒19帧。你班野还是你班野。右神名场景的台词虽然达到20秒，但由于此时并不是在笑，为保证公平，这个环节右神就不参与对比，谁的笑声最具有感染力，得看这四位笑的音量高低。我们拿出分贝测试仪，系统音量和软件音量均为50%，将分贝仪对准扬声器采集信号，并记录最大声音分贝数。统计发现，音量最大的是佐助和班野，最高达到了83.7分贝。那么怎样测量嘴张开的大小呢？我们描出每个人的脸部轮廓与嘴部轮廓，我打开像素网格，直接数有多少个像素点。当然，重点是数边缘的部位，中间的部分可以直接计算。统计结果还是宇智波斑最强，面部像素43,776个，嘴部像素6,912个，嘴的面积占比为15.79%，位列第一。右神6.61，果然右神假装的笑意在三位真诚的狂笑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打架放水好难，尤其还要放个太平洋，尤其还要演到位。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抖肩次数，抖得越多表示笑得越轻松。右神应该是有心思，只象征性的抖了两下。带土抖的起伏大，频率低，心里还有牵挂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心。佐助直接抖了肉眼可见的16次，最厉害的果不其然还是曼德拉。获得渴望已久的肉体的班野感受到了一袋米的分量，不禁欣喜若狂。轮回天生的班野抬头就是一顿狂笑，笑完没缓过来又来了一阵抽搐，抖肩抖了38次。看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基本就有了答案，狂还是你班野狂，狂笑世界有多狂。我从时长、音量、嘴部面积百分比、抖肩次数给了大家一个参考，毫无疑问是班野稳居第一。狂笑世界谁最狂？宇智波斑我称王。先别打了，奥比多，还有那边宇智波家的小鬼啊！为了家族的延续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无聊的夜里，你们寂寞吗？你们渴望与他人零距离的接触吗？你们想着声嘶力竭的老板，你是要说相声吗？搞快点，再打几架我就杀青了。那别打了，今晚来我房间，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宇智波家族的终极奥义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各位都到齐了，宇智波的小崽子们，我是你们的祖先李班野。你是我祖先，你还真是我祖先。今晚召集孩儿们开会，这是宇智波最后的狂欢，在 TT 云上高举宇智波终极诞生宴，让我深入的了解你们吧。好的，老板，没问题的，老板，套路我都懂。就为啥是 TT 云？难道是因为他既能开黑月玩，又能线上开趴吗？奥比多，你这般口播不觉得尴尬吗？当然是为了费劲棋啊！男人的狂欢夜怎么能少费劲棋呢？今晚你要玩我到天亮。可是我有老婆，宇智波家的小鬼啊！你可以把你老婆带过来，看我就把铸剑随身带在胸口上，再也不会弄丢了。疾风传剧情我都追完了，刚开始装逼就被二五仔搞了，不过能活700级也还行。老板，我活得比你久。妈的了，我也活得比你久，我还封印了辉夜，儿子就是掏死你的那滩泥。我愚蠢的好叨叨呀，还想和我玩手里剑吗？不放海的那种。李大奇你知道吗？有个不擅长说教的木叶下人，每次遇到我就想追我，于是我和他干了一架，断了条胳膊，结果取了一拳能拆迁一个小区的百豪女。是那个百豪吗？对，就是你的基友的孙女研究的那个忍术，就是我虚佐给一刀还活蹦乱跳的那个。听说你基友当年用苦捅自己来威胁你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去找朱坚，让他弟弟把这个百豪禁了，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那边的宇智波少年啊，单身也怎么能不说话呢？我看了最上村的视频，我因为笑得不够变态，总感觉和你们格格不入。你们狂笑世界与我无关。哦，那你说说狂笑世界谁笑起来最狂？看看我这嘴，晚饭都看见了，笑得还不够狂吗？可是你半夜嘴更大。看看我这抖的，抖的还不够愉悦吗？可是你半夜抖的频率高，更持久，都比不过妈的了。你这都是一时兴起，人半夜才是发自身体每个细胞的狂笑。不过你笑的分贝比半夜高。我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肉体和胸前的铸剑，所以我的笑是两人份的，你们能比吗？我是为了给兄弟放还有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怎么样 Sasuke， 我愚蠢的好叨叨呀，和我一起来玩手里剑吧。我为了女朋友，我为了奥比多，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是宇智波终极单身营。老板，怎么老是终极，就没有高级一点的吗？这是宇智波终极单身营，又替女朋友干嘛？话说宇智波怎么只有你对女朋友这么感兴趣？难道你们有基友吗？有，只是他沉迷学习，天天看书不理我，戴个口罩也不方便。那你们都对谁感兴趣？最爱的人都在心口。两个我都要，还是来玩游戏吧，玩谁是卧底，考验一下宇智波的默契吧。仙灵感，仙灵感，口头啊嘛这个，口头啊嘛这个，你那个，你们都是弟弟。Hello。
好吧，玩个游戏还作弊，大家都认真一点。给你们讲个故事吧，在我死前有个二五仔和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然后我就被掏心窝子了。老板，你是想让我们磨练意志，保持内心强大，坚定信念，战胜外来的攻击吗？Obito，你说的很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宇智波的最终机密，咱家有一个祖传的石碑，我用你画我猜小游戏画给你们看看。回家和别人吃大便了，看到这些凝重的线条，就像银一样温柔。一打起两个我都要是什么意思？都看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老板。从这温柔的线条中不难看出，无限阅读才是拯救宇智波的途径。但是后来你也知道，这是被黑绝那个二五仔篡改之后的。六道老头的本意是希望我们和木叶和谐相处，好了，叙旧也叙完了，下面开始终极单身夜的重头戏吧。七七与云的飞行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人不够可以让木叶小姐姐匹配进来一起玩啊。A few inches later。直播家的宅男们啊，这个夏天就让老朽来好好疼爱你们吧。就没有正常脸的小姐姐吗？ A little later。 哟，木叶今年终极狂欢会告诉你什么才叫千杯不醉。哟哟，这不是五代目吗？怎么还想被虚走擦一次吗？不是木叶你今年狂欢夜吗？怎么你们也在搞终极狂欢夜？你别错了，大伙儿怎么搞的也不说清楚。溜了，妈的了，我也溜了。小英要是喝醉了一拳过来，房子就没了，房贷还没还完呢。我愚蠢到我都懂，听说你都有孩子了，那我就是他大爷了，快带大爷去见他吧。傻死哥，能不能叫大蛇丸把灵绘图转身出来啊？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一打起，所以两个我都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想到这个宇智波终极诞生夜能陪我到最后的还是祝见你啊。